透过这次的出访，我要感谢民主伙伴挺台湾，也要告诉全世界，民主的台湾坚定地捍卫自由民主价值，更会持续作为国际社会的良善力量，延续善的循环，强化全球民主的韧性。我们挥汗友邦以及理念相近的国家，在农业技术、医疗工位、妇女妇权、数位经济以及供应链安全等领域进行更密切的交流，展开更广泛的合作。台湾是世界的台湾，带领台湾走向世界，也让世界走进台湾，是我们执政的重要目标。外来的压力不会阻挠我们走向世界的决心，我们冷静、自信、不屈服、不挑衅，台湾会坚定地走在自由民主的道路上，走向世界。